今仔日饭店办父亲节活动，阿妈佮少强伊一点拢会滴个，我只要想办法移民活动的现场，就安全啦。你哪会看到我？就鬼鬼祟祟想要走，还是你想要实在啦？你看起来真可疑啊！把头套摕来，把头套摕来。你快啦！我只有头套。喂，大人在讲代志，囡仔人谁在边啊？你这不是在讲代志？兔兔这么可爱，你竟然欺负兔兔，我怎么拢看到啊？你拢看到，天怕！哦，你是来参加父亲节活动的吗？我找你去啊！啊，若是有搁有人欺负你，我就甲饭店的人讲。呀！哎 ，Excuse me， 见鬼！记得啦，圈圈，为着你的安全，我即马袂去甲你相认。等下伊要回头，我就有机会跳破迄个冒牌货的假面具。好事，这回运气倒转来。你大爷，我看你要安怎甲人交代？即摆有两个张嘉玲，唔留我一个啊！还佫有出出，你看。只要杜晨开始通电话，你甲你的好事，唔知影是谁较早死。还是杜三头前的圈圈。你身躯顶有刀，你是来破坏活动的。那有可能，偷偷抓抓就好个呢。伊阁叫我甲伊斗三工，囡仔人啥物拢唔知影。大家先听我讲，这个人，只要最近伫办案时阵要找重要证人，啊，不过伊无愿意出面作证，甚至超过伊要闪骗我，也都要攻击我。你这个歹人，我拄仔明明就看到是你先拍兔兔的。我无怕兔兔，是兔兔行动啊 QQ 来来，我无对伊动手。杜承恩，你搁开始办案啦？你应该无可能搁等于做检察官吧？你袂记我律师的职责啊？啊，我即马无检察官通好做啊，我总是爱讨刑罚呀。我唔相信，阮敢会当看卖，证人写做甚物款？